鞋快磨脚了。磨脚啊？嗯。那等会儿啊。干啥呀？等会儿吧。等。上天啊。啊，磨脚吗？这贴鞋。你说有一天我们要分手咋整啊？不可能的，咱们不会分手的。为啥呀？因为向日葵怎么会抛弃菜啊？干啥呢？没干嘛。没干啥。啊、那你消息是啥呀？啥没有啊？啥没有？你还敢撒谎、啊？哎呀，错了，我复仇了，复仇了。那差不多，上交了。来，干嘛？到那块一定照顾好自己，别委屈自己，知道吗？有事跟我说。哎、行了，知道了，待会赶不上了。你还会想我吗？